这些六十分的举手，他们有没有？好，有，可以了，真的。2013一生一世搭起最美的桥梁，那我们大家手牵手，快乐向前走。OK，好，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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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互动会更好，资料会更完全。看到你们学习的这个。状况，自己的自信是懂得那个同性之声，是懂得丢弄囡仔的主题，就活泼诶，弄就水诶，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不见得要排排站，又要拉一个白布同性之声。根据统计，台湾每12分钟就有一人死于癌症。但是对于某些婴儿而言，有种疾病比癌症更加的可怕。这种疾病每9分钟就会夺走一名婴儿的生命，那就是母婴破伤风。但是母婴破伤风并不是无药可医的绝症，相反的，母婴破伤风只要3剂60美分的一个疫苗接种，就可以保护母亲，并且把免疫力传给未来的婴儿。因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全世界最大的服务性社团同济会共同启动了消灭母婴破伤风专案，同时也邀请了新品生医科技共襄盛举，希望能够在2015年为1.29亿的母亲跟他们未来的婴儿进行免疫接种。企业联盟谢永松谢主委，同济会台湾总会黄武田黄总会长，大家好。新品生医科技的董事长潘俊佑潘董事长。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的医疗顾问团的团长苏文斌苏前总苏团长，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的前总会长洪焕坤洪前总，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是致力儿童与社区，我们新公司来接洽以后，对我们关怀社会的这个期待，共同的签订这一项此项的一个合约。我们消灭母婴破伤风是我们大家捐钱去救助其他人的生命。